搞紧入闸系9号呢只冷门马红方进区。全部马匹准备投档头场赛事5000/2000米嘅短途赛，准备5大热91起飞，准备好你一开闸前面快嘅马咧，中间位置有友情风啦、雷超啦，响入边歌宝咁啊，第四位浅紫色衫咧，仲有红方进区，中档第五位咧就竞进千里，外边好富有啊，出边仲有个马匹咧，有呢只泡泡达人啊，出闸唔快，走翻上去内栏绿色衫黄帽咧，就有竞进黄区啊，后边嘅马啦，先有笑傲非凡响尾四啦，尾三飞快叻啦，尾二奇明灯暂时殿后咧就系一只神宝金刚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嘅尾段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有中间好富有。郭宝已经咬到前面添，咁第三位嘅话中间有友情风，内栏第四就是呢只劲进黄区，第五位出面三搭嘅雷超啦，内栏小傲非凡啦，中间仲有红方进区，后面尾五到啦，绿色衫红眼罩出面就是呢只泡泡达人啦，后啲嘅马先见到劲进千里啊、奇明灯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前面，郭宝放到出嚟跑咁啊，咁啊接嚟咗大概个零身位啦，咁外边雷超一路上紧嚟，马林中间仲有笑傲非凡啊，响大外当系泡泡。大人啦，兜到嚟最后100米啦，雷超透出啊，神宝金刚左穿右插喺入边穿紧上嚟，后边嘅马咧仲有红方进区啊，泡泡大人入边笑傲非凡，神宝金刚轻松赢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呢只雷超啊，似乎阻咗好多马，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咁啊泡泡大人嘅机会似乎高过入边嗰只咧就笑傲非凡啊，结果呢只神宝金刚缩咗喺爆尾二搭。咁啊，大直路上面你睇翻个冲势咧，好似佢都赢紧咁噶啦。跑第二名嘅话就雷超，至于第三名咧，外边呢只泡泡达人嘅机会高过入边嗰只笑傲非凡。第五名嘅就红方进区，应该都受阻下噶。头场赛事二号啊，神宝金刚啊，判断先拔头筹啊，咁啊，最后5.5倍啦。咁啊，跑第二名咧，见到一号嘅雷超啊，咁啊，第三名冷门咯，咁啊，出边嘅泡泡达人攞货第三啊，第四名咧就系五号嘅笑傲非凡。一齐睇下个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是二号的神宝金刚，独赢派55.5，位置派20.5；跑第二名是一号的雷超，位置派21.5；跑第三名是四号的泡泡达人，位置派105.5；跑第四名是五号的笑傲非凡，连赢一搭二，派175.5。三重彩二号、一号、四号顺序派7352元，单天派1713元。位置 Q 一搭二派65.5，二搭四派395.5，一搭四派441.5。潘顿啊，沿途个过程都好定啊，咁啊，反而啊，梁家俊其实咧，笑傲非凡其实好啊，有位摄啊，内栏一路摄上嚟嘅，咁啊，转位都转得好，但系冲落去咧就可能早段跟前咗啦，咁啊，冇只神宝金刚爆得咁劲。嗯。终于赢返场啦，呢匹马之前三个第二。另一个可能性就刚才阿佳讲笑傲非凡可能个跑法啦，或者个操练都有少少影响都未定啊。咁大家可以做返个即记录啦。好，潘顿啦，近期都系夜马停不了啊。先拔头筹啊！胜出头场赛事。
嗱，睇埋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嘅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7蚊。四连环嘅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五号派1761蚊。同埋四重彩，二号、一号、四号、五号顺序派41350蚊。好，翻嚟福榜啦，见到潘顿都好似有少少招积咁啊个样啊，好啦，睇下佢点发挥啦，因为真系发挥得好，可能佢自己都好满意啊。十二档嘅神宝金刚起步啊，梗系都缩落个尾度啦，前边都好多马走啊，入边你睇打边啊，临尾嗰只红方禁区啡格嘅，不过都唔系快脚嗰啲马啦，所以都唔够快。有情风啦，入边有歌宝啦，出边就雷超啦，但系我当就系呢只好富有。最出边咧，步步达人咁啊，奇明德个位就恶劣啦。马林中间见到咧嗰只就系劲进千里啦，入边就劲进王区啦。尾三位置笑傲非凡包尾一对啦，飞快叻同埋神宝金刚。我步速啊，中等少少偏快啦，头两算。夹埋都发咗三线，又唔系话好多。咁啊，有情风继续沿用呢两场上面跑法，都系开边怼嘅前边。咁但系呢两场，呢场就冇咁慢啦，步速啊，翻嚟又唔多。嘅小我飞凡中间咧，咁啊喺红方禁区隔篱，一有空位上，一有空位又涉噶啦。咁啊，直路就一路呢度都望空咗嘅。咁啊，留意咗最后嗰100左右啦，雷超挨出去咧，就阻到两只马噶。包括依家第三名嗰只，佢都有收慢嘅。呢度开始斜啦，红方禁区咧，俾佢夹一夹啊！嗰度抽一抽。好啦，福榜完毕，派彩都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，一搭二派65.5，二搭四派395.5，一搭四派441.5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嘅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7蚊。四连环派彩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五号派1761蚊。睇埋四重彩，二号、一号、四号、五号顺序派41350蚊。头场分段时间，头段23:85，第二段22:79，末段23:09，赛事时间1分10:54。